视频前的买家大家好，现在我推荐我们泡茶时快捷又非常实用的手把瓷器的侧杯，这个是由我们三件大杯盖碗改良成的，它的手把又非常宽，它的容量 200cc， 它的内孔做得非常的大，它是用我们高岭土的特白瓷下去做的，我们今天要泡茶的时候很非常方便，拿起来一冲一盖，我们就直接轻轻松松的泡完茶后，我们可以观看茶杯子茶的颜色，还可以闻香。我今天简单介绍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可以麻烦分享订阅与按赞，谢谢。